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现在下着蒙蒙细雨，这么浪漫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在宜兰壮围哦，这是一家蛮有名的海鲜餐厅，开很久，在地人推荐，叫做海之味。里面听说有一些不错的菜色哦，进来点餐吧。哇，你看旁边有海鲜，活海鲜。今天想吃什么就可以点哦，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要吃这些东西。然后我发现一台吃很奇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。昆桃麦卵蛋，槟榔街麦卵屁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昆桃是烟头的意思，槟榔是槟榔的意思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是不是他们这边有他们自己的说法？别了，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在家点餐哦，一直在布的。大人想吃什么，小孩可以吃什么。看着阿姨，要吃什么？啊，你在这里不是吃饭的地方吗？没办法啊，我现在小朋友说话没有饭，我忍不住。好不好吃？超棒的。哇，萱萱，这个毛豆好不好吃？好吃是不是？棒棒哦。这你做的哦，好棒哦。现在大家都忙碌起来了，正在准备吃饭吗？还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为了后面这一群小孩在准备饭，都没有人自己先吃。哎，有抓到一个先吃的了。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们等着吃饭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! ！要不要吃饭？要不要吃饭？都不要，是不是吃手机就好了？吃手机。嗯，其实他们家餐点看起来真的都还蛮好吃的，卖相不错，果然是间知名老店。伺候完孩子，终于可以好好享用这个大餐了，好好吃，味道不错。你现在吃的是哪一道菜？清脆的水莲。水莲哦，是不是外面餐厅不常见？不会，现在已经很常见、很普遍了。哦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生鱼片啊。他们家大份的生鱼片的话，就是要搭三道菜；小份的话，搭两道菜。所以来这边不能只吃他的生鱼片，还要搭他的料理。还有这种道理哦。对。还有，加一点。加多一点。不要客气，加多一点，我来试试看。鲑鱼，哦，很新鲜，很好咬，很 Q 弹。这道菜很特别哦，是宜兰在地的招牌菜，叫做西卤肉。它里面呢有蛮多的配料哦，可能有一些海鲜啊、白菜，看起来真的很不错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嗨，今天这餐好吃吗？好吃，可以是不是？推荐大家来海之味吗？推，有颜值。四碗，差不多，没有那么多。Hello， 今天来海之味吃的怎么样？推荐大家来吗？可以。我插播一下，可以换个问题吗？可以问每个人都问不同的问题吗？这个你自己问。那我再给你发挥一下好了。哎，你呢？放哪里？放哪里？放嘴上是不是？嘴上。然后叼走，对不对？
那我再快拿。对啊。我再去那边拿。对，是不是你们推荐的？对。因为你们常来。是啊、哦。那你们觉得这次来吃感觉怎么样？我只吃过那种就是合菜的，我没有吃过点菜的，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好吃就对了。所以你是这边在地人，这家店很久了吗？对，超推荐的，很难订，会有人订吗？那好，推荐大家来，对不对？过年都会订这边的。超棒的哦，好，用餐愉快。陈老板的推荐，陈老板，一分钟的收拢，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如果他能请客，就更好吃了。好可惜没有我自己付的钱。下次是不是？下次只有你来的。我来，只有你来的话，就是我当真。好啦，啊，下次你来的话，好，我们是。你想要约什么？你们两个自己是不是？谁娘子？